我们现在要去修一下那个猎枪，我们去拿那个坏掉猎枪，再修一下坏掉的手枪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威力比较大的枪。我们要把那把坏掉的猎枪拿上，那个是威力要比四连发的那个要高一点，所以说我们先去取一个木质的猎枪。哎呦，妈，每次进这个门都太吓人了，每次进这个门都太吓人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转身，然后走到后面这个位置，看到了吗？这有什么？斧子哎，装修合同，好的，这是什么？感应门 ，OK， 好，模型枪。这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像我这种厌过无毛的人来说，根本不可能给他们留下什么东西嘛，对不对？对。So， 我们先去修猎枪嘛。天哪！我觉得我戴耳机真的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，因为我觉得我会 die， I will die， I will die。哦哦哦哦，用这个。对，我现在有一把坏掉的猎枪，但是不用着急，我们很快就能把它修好。在哪儿修好？其实就在院子里面，非常非常的近啊，非常非常的近。真的家伙刷刷刷没了吧？OK， 这就是省弹药的方法，你不会一会儿再刷出来吧？好吧。Don't scare me， 我靠，我房就在这个位置，我给大家看下地图，就在院子的这两个楼梯的中间，它有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地方，可以把它扒开。这里面有一个枪支修理的东西。哈！哒哒哒哒哒。哈！棒棒，修理包。这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把这个和这个东西组装一下，我们就有一把。它这是每次就是上两发的那种，每次都是上两发。一、二。喷火器三，手枪四，好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手枪再手修一下。我有枪我怕什么？对啊，人家就很怕嘛。OK， 就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用这个七，用这个斧头。这边是个七啊。一三五七四，一三五七九，一三五七九。啊！别挂，有怪我也不管了。啊！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听见了。哎 ，Gunny， 你有种到安全屋来躲我，怼我呀！嗯，小兔崽子 ，Where are you, bitch？ 好了，我们得了一个什么东西？我们得了一个稳定剂，放松肌肉，可以添加这个装弹速度啊！我们直接用掉。爽，朋友们，我们找到了修理包包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可以把那把坏掉的手枪修了。修好了以后，它会比我们现在用的那个手枪要强很多。So，